SHE 等合资800万贡献华研尾牙。华研唱片17号举办尾牙，旗下歌手包括林宥嘉、Sing Poppy Lady， 还有 SHE， 却得怀孕的 E， 呵呵，由刚加盟的曲家瑞来替补。当晚抽奖奖金800万是由旗下艺人共同集资，另外公司提供最大奖5张股票，单张市值出估约12万元。可可，但经纪母之一的 Hebe 只抽到咖啡机。这说到2016华研，可是收获满满满。Hebe 的小幸运在 YouTube 点阅率突破1次，是首位一级 MV 的华语歌手。过亿不是日常吗？这光去年他个人巡演就有11场演唱会，是长平各大城市。而新科人夫林宥嘉 The Great Yoga 巡演也开了9场，龙林火车呢也首登小巨蛋开唱。娱乐东新闻，公司有好多金鸡母哦，不打我。